14，他在看四家的牌，庄家 Johnny， 王乔欣，香盈，好，出菜，庄家够，南风，没有人要，哎呦，跟打，南风，花儿。 一万，哎呦，有什么？哎呦，没事。你想碰二万？没有。西风，哎，当然。东风，噔噔。北风，东。 补一个花，九条，条不要，白皮，白皮我不要，又是花，进，又是花，哇，东风，再摸再多花，九万。甜的，甜的吗？六万，流氓！哎呀，甜的吃不到。哦，这个也甜的，八条，吃不到。发财！哎呀，碰你一个，碰你一个，碰你一个，好，碰你一个就好。 一万，这个吗？对，就是你。红中，没人要。白皮，白皮，跟着上。白皮，白皮啊！哎呦，红中，起。 三条，这牌用碰，二条，甜的八饼，甜滋滋，都是安内哦，中洞，现在也一个甜的，甜的我给我拿出来，我也是流泪了哈，五万，吃，啊，对不起，吃，要有气势，真的甜，像刚刚那个样子。 骨头，这才有气势啊！哎呀，我也吓到了，不要一直吓人呐！切饼，好难打，难打，打南风，哎呀，哎，哦，炮，哎呀呀呀，吓死了啦！ 五条，七炮，哎，真的假的？奶哥，你那不叫气势，那叫大声。吓到人。吃一个。哎呦，五饼。啊，你好饿哦！天哪，喂的我饱饱饱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打了一个。 全伤，胡了，吃个边三饼，好，这个是庄家，庄家，好，西风冠军战第二把，王乔欣，庄家，开牌，十二，我来看四家的牌，庄家王乔欣，香盈，再胡一次吧，香奶，Johnny，好了，来了。 南风，南，九饼，祝他发财。哎呀，我的，
马上甜甜的，谢谢。我吃不到，来，很棒。九条，东风，东风，红中，碰，我炸，都有人要。东风，九米，九米，白板，没人要，没人了，没有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小条，条，白板，红中，中，八条，八条，这个甜甜的呀，好，当七饼，七饼我要吃吗？犹豫犹豫。不想吃。西风，什么风都不要。北风，三万，甜的，不甜。哎呀，北风，自己记。七万，甜的，碰一个，谢谢。甜的，吃不到。五饼，我不要了。八万，五条，八万，万，发财。一个甜甜牌，六万，哎呀呀呀，九万，九万，碰一个三饼，西方，四桶。来碰二饼，二饼是碰一个二条，我怕我这也摸得到，没有左饼掉价，二花发财，庄家自摸四台，好，西风冠军战第三把，三赢庄家。西川，好，来看四家的牌，庄家相迎。我要胡香菱，香菱，香菱，我留下来。好，嘉欣，出赛，庄家。南风，九个人玩。哎，碰，对不起，这么快就九个人玩，紧张。刚刚我们两个流汗。北风。东风，南，跟着你南，我也是南，大家都有七，这张吗？对，北，谁的一台？红中，碰，你的，小白脸。白脸，谁的小白脸？二万，甜的，不一样的。二万真的还挺甜的，是一个，是一个，我也要小白脸了。白币，八条，八条，五个花。东风，东风，
画一个。这个就真的谁的了啊？发财，没人，噔噔，七筒，七条，吃一个，去吧，吃，九条，条不要，鸟儿，碰一个，哎，胶啊。甜的，呀，五饼，啊不歪了，这个也甜的，五万，五条，五条，感觉我会讲错是吧？八条，什么感觉就讲错了？感觉他应该早就感觉我会讲错了。发财，发财，五万。甜的，很甜呢，不要，手气好，我就是打手气的，边边的，白皮，八万，糊啊，还说我不会糊，对，糊你，庄家三花。两台，哇哦，两个人分数差不多。好，西风冠军战的最后一把，向我庄家啊！九，好了，看四家的牌，庄家徐乃湖 ，Johnny， 王乔欣，最后相迎。来了，出赛九万，九万，开始是九万。九饼，谁的？东东。哦，你的。八条。八条。西风。红中。白皮。春鸡，条啊，鸡腰啊，六条，甜的，吃不到。小队啊，北风 ，agai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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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again， 三件，三件，白皮，一百万，一百万。九百万，九百万，吃了一个九百万，是不是？小鸡鸡，小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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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北，哇，双溪，双溪公园，哎，看这个态势，等我起来哦。哎呀，干嘛啦？不会死啦，好假的啦！南风，西风，风，六万，哇！今天奖金历史的低哦。哎呦，这个。等我一下，好险奶哥不在我后面，否则估计要给他臭骂一顿。哎呀，这个什么东西啊？意思一样。好了，这个先出去啊。这二条。噔噔，发财谁的？南风，南风，八万，吃不大。哎呦，这个甜甜的，五万，吃不大，吃不大。
黄忠。芭比。吃一个。鸟。谢谢。这里也好。对。美丽。嗯。二娃，黄眼皮啊。吃不到。哎呀。7万。8万。我。八条。就剩了一个八条。好像可以哦。好。好像也在哦。八条是不是？吃起来，然后来丢一个，丢一个六，哎，我丢个六条，哎，我应该丢另外一个，算了，无所谓啦，六条了，甜滋滋了。八桶。红中。7万。七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九笔，做个样，做个样子，发财，哇，直播啊！哦，边张边三饼啊！哇，哎，不要你二饼，我要你二饼。我刚刚也摸到这个，觉得天哪，这是我的了。三种，三饼，一张、两张、三张、四张，绝章读，绝章的边章自摸。好了，独地自摸，两台的三台被淘汰，所以相迎啊，虽败犹荣，本来赢的，没关系，对，相迎淘汰。有了我的，有了我的牌，后面比较好。八岁会开始打麻将，八岁。我三秒钟一个正确的表情。家里三个小孩都会打牌吗？打得很烂。观众朋友们，这个我们大神 APP 呢，大家踊跃下载，只要你经常玩我们的大神 APP 的话，就有机会跟我一较高下。